啊，我是红蝶啊。好，这次来玩奇雨之女，然后呢，来了个紫卦，对，我买了个紫卦，是晴天娃娃，有没有？我觉得很想，很早之前我就想说，诶，如果有这个晴天娃娃配奇雨之女，会不会很违和？非常违和，对不对？既想要下雨，然后呢，又放天晴，就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。那现在总算把两者给混合在一起了，对，要晴天又要雨天，那可以晴时多云偶阵雨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被盖板了。不过他也被我打了一下了。好，敌方阵容：咒术师、魔术师、变幻祭司，在那边是不是？这魔术棒用的还算不错啦。好，过去，哎，又是魔术棒，没翻过去，在这里。好啦 ，See you。OK， 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在你的心里的小宇宙是下雨的啦。哎，我现在后面那个卦是变黑色的嘞，本来是白色的哎，什么情况下会变黑色？打到人吗？还是我变回正常形态之后才会变成白色？有可能吗？好，先把他赶走了。好，刚有人在这边扑，应该是祭司吧 ？OK， 看一下会不会有人来救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变回来吧。哦，原来真的是这样，就是如果是戴面具的时候呢，就是黑色的，然后平常出来就是白色的。好，这个晴天娃娃呢，也可以表达是心情，是不是？心情不好的时候变黑色，心情好的时候变白色。好，也不能说他心情好啦，这样状态应该也不能算心情好，就是一般的状态而已。好，两个要来救我，这样很亏。两个要来救，有事，很有事，应该一个来救就好了。两个来救的话，肯定就是。救到了，救到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哦，躲在这里哦，那就很明显了。我直接过去就好了。喂，这拦截的很好哎。这个要飞过去的时候中断我哎，真的是，是要飞过去的时候，然后扯我的衣袖是不是？叫我不要走是不是？好，现在两个又这边溜来溜去，好，祭司又被打到了一下，亏死，刚刚绕干嘛？直接走掉就好了，还这边绕来绕去，那这样的话能救的只有变幻了。好，又来，他们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，他们跟溜。好，蝴蝶的样子呢也变成了白色。OK， 打到了，白色的蝴蝶。抓起来，先放这张。要来干扰我吗？干扰也无所谓，再打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没奏效了。我就问你，又能怎么办？赶快走吧，不要再来了。现在只有变幻能够来救他了，其他人都很危险。啊，救不了了，是不是？飞了。现在换咒术师，我要针对你。你刚不走，很爱逞英雄，然后现在又在那边怎么办？我就问你怎么办？你现在怎么办？你现在整个被我瓮中捉鳖了，鳖死你！好了，哎呦，有奏效了。好，那个回马枪。好，可以继续抓咒术破译机三台的原因很明确，就是你们一开始都没有在破译啊。两个过来救人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好，不过病患跟祭司是互摸回来了。好，先打掉，来，没打到。好，咒术虽然说被救，但是他这个时候太早用掉了，太早用掉了。好，先给祭司来一刀，之后再来打咒术师，为什么呢？这样的话祭司就没办法来救人了，是不是？只剩病患可以来救人而已了。来，好，打。OK， 你的门很多祭司，门真的很多。好，这是 L 型的门，好帅啊！好，最后能救你的只有病患了，没有其他人，祭司要来应救也不太可能，所以我现在只要这边守株待兔就好了。好，但是附近有耳鸣，是祭司的吧？祭司的吧？好，变回来了，然后有一些蝴蝶，白色的蝴蝶。闯过去之后呢，也是白色的。然后，这个效果，晴天娃娃的效果其实不是很明确，我觉得啦。救掉了。好，看一下救掉的话，这个位置吗？
是不是上去的、啊？我刚刚好像眼角余光有瞄到他们，好像在这个附近，应该是上去了吧？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那是不是代表你完蛋了？应该是哦。好，要翻过去，这边一个蝴蝶，这边再一个蝴蝶。好，病患过来了，病患来了哦。接下来就幽默咯，接下来会非常的幽默，因为祭司倒了嘛，然后祭司自救了嘛，诶，是被摸啦，是被摸掉，好，摸掉无所谓，我们现在来继续针对这个祭司。诶，那个蝴蝶，他中了蝴蝶啊，没过去，好，压个板。啊，病患在这边到底要干嘛啦？不懂诶，他又不能帮忙，他没什么技能，他就钩子而已啊！你在想勾我鼻孔吗？不是，你在想勾我，然后拦截我吗？不可能啊！好，又倒了。病患这时候破译也破译不动了、啊，你们就直接投降就好了。其实可以投降的、哦、啊，不行，但没办法投降，要全部不能动才能投降。好，先抓起来。好，放上去喽，小心哦，要来救了吗？我如果锁定他的话，那他是不是也没办法了？他死定了。好，要去救吗？让他去救一下好了，不然好无聊。先上去看一下，看他到哪里了。欸，到那边去了吗？啊，传错边。好啦，位置差不多。丢掉吧，丢掉吧。好，病患挨了一刀，就是要这样。你也上不去啊，祭司。你也上不去啊。想干嘛啦？哦，我竟然挥到的是病患呢、欸，超好笑。好，我先过去拦截一下，那边有亮吗？欸，是亮的，所以他在这边下车，中途下车。抱歉哦，是区间哦，每站必停。好，来喽，祭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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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人跑去哪了？这里，祭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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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这样子念好像是祭司念的。好啦，打到了，剩下病患也不敢救了吧？因为刚刚挨到了一下，所以呢，很幽默哦。如果他真的来救的话，会变得很有趣。好，我现在的心情呢？晴天吧，这怎么看都是晴天吧？不会是雨天的吧？破译机要两台、欸，怎么跑也跑不掉啊！只能来救，或者是好了，去地窖也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去地窖，不要在这边玩了，这边很危险的。他来了、欸，太有趣了！他要干嘛？喷香水也没用啊，就直接中啦、啊。好啦，算是对队友仁至义尽了，对，重情重义，我们要这样子想，好不好？其实友情呢，就是有时候也不好说。